尝尝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中，好吃。嗯，我不信。说话呀，可这想不通，做出这么美妙的味道，突然让我有一种回到了初恋的感觉。拉倒。也没你俩说那么邪乎，有点咸了。师傅，我这算通过了。不过两天做成这样，看在你这么积极要求的份上，算你通过了吧。准备参加这次演习吧。谢师傅，谢师傅，那我送饭去了。去。那个武警、木能，照顾好师傅啊。老孙去了啊。头，你直勾勾看着我干啥呀？就是怪瘆人的。看你俩干啥？我就想知道，他给你们俩什么好处了，让你们俩做出这么浮夸的表情？我仿佛找到了初恋的感觉。你学没学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体系？啥鸡？甭管什么鸡，反正不是开车的。说，收受什么贿赂了？拿出来。就给了我俩这个。你看看，你们俩多大的人了？就被这些糖衣炮弹都给打倒了。哎，头，我们作为老同志，绝对不会因为一个护肤品被拿下。对，我们是因为他认真的态度感动了。这话不假，这小子身上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我喜欢。不过这菜啊，真的咸了，要是我做呀，就是火候大了点。